不锈钢是21世纪生活中的普遍产品，然而优质的特性却成就了它的不平凡。宛如钻石般璀璨坚实的不锈钢，不仅为建筑与城市环境提供了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也为历史古迹注入新生命，为城市打造地标经典。由于具有耐蚀性、成型性以及很宽温度范围内的强韧性等特性，所以不锈钢在严酷的重工业环境下卓然而立，并且成为轻工业和生活用品行业中最理想的材料之一。在环保意识高涨的时代，不锈钢的100%可回收利用性使其成为极受重视的绿色材料，尤其是无毒无害、易于清洁和消毒的特质，更使到不锈钢在食品工业、餐厨具、医疗等领域举足轻重。从一个国家、一个工业到一个家庭，不锈钢已经深入我们的整个大环境，形成特有的不锈钢文化。红利钢铁工业有限公司，一种材料可以改变一个环境，一个信念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因为坚持不锈钢可以优化生活环境和改善人们生活素质的信念，红利钢铁工业有限公司本着以人为本、以环保为重的理念，于2006年横空出世。我们走访客户，并细心倾听、仔细观察，以收集客户最真切的需求。我们的技术员工也是直面用户，亲临一线进行专案分析、勘察测量，务必做到尽善尽美。红利拥有专业的团队，从规划设计、绘图到选材用料，都以客户为中心，并以谨慎用心的态度为客户量身打造最合适的产品。在各个部门的密切合作与高度配合下，红利的一站式产品与服务不仅为客户提供了最专业的方案，也给予他们最大的信心。红利10年辉煌的背后，是一群兢兢业业的员工，他们10年如一日的默默耕耘，坚守岗位，为了成就最高品质的不锈钢品牌。我们坚持以精良的生产工艺、先进的机械设备和严格的质量把关，为客户打造出匠心独运的产品。We have been in the business for 20 years. In the past 10 years, we have been a customer for HL Steel Industries. When I joined Hero Group in 2012, HL Steel is already doing business with the group. I've been running an Indian restaurant for the past 18 years. HL always provides good service, good quality, and reasonable price. Our key role is supplying the pastry, dessert, cookies, savory item to all our customers. Stainless steel is very important part in any kitchen, whether it could be institutional kitchen or restaurant kitchen. We choose stainless steel product first because it's presentable, second is easy to maintain and clean, third is last longer and no effect of corrosion. It is long lasting, won't get rusty, easy maintenance, and it prevents insects.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HL Steel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ey have always been providing us good quality stainless steel product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and integrity. Quality of their stainless steel is perfectly good.
And this is why we have been always going back to them every time we fix up a new kitchen. 10年的坚持不懈，为红利建立了庞大的客户群，客户的信任推动着我们的持续发展，客户的要求让我们时刻保持精益求精的态度。我是伊登，我在公司主要是负责业务，也是公司的管理层的管理人员之一。我们公司已经成立，今年迈入第10个年头了。HL 十年风雨路，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我在这个白杠行业里面已经有30多年的工作经验。我们不能够以推销产品为首要的一个条件去跟顾客介绍我们的产品，我首先一定是要先了解顾客的需求。 HL 最主要的优势在于我们的服务是快狠准，从这方面我们赢得顾客的信任。要细心，要有耐心跟恒心。其实我们公司后面有一个非常强的团队，就如我的 partner 说，他做东西都很用心，所以我曾经以他们的手工人而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跟很多的成功企业家一样，会经历种种的阻碍挫折。你的头脑要很灵活，而且很认真的去思考去做。我们也要非常的庆幸我们还有一群非常忠实的顾客。对于我的员工，我有一句话想给他们知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服务方面尽量给顾客做到顾客满意。我亲爱的员工们，如果今天没有你们每一个人的付出，红利不会走到今天；没有你们那股干劲，也不会造就今天红利的辉煌。HL 将会秉持着专业、诚信和创新的理念，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红利钢铁工业有限公司以卓越的成就书写了自豪的峥嵘10年，未来我们将以更大的努力把红利的发展推向新高度，引领红利绽放更耀眼的光芒。我们对服务与品质的承诺如同不锈钢，永恒不变。